因是，啊，哪会去用了伊关啦？伊拢是去用廖凯辉的人拖累着的。回收淡薄仔是嘛好啦，我袂当阁这么听信伊啊。那呢？你就当作无因因这个查某囝。我真正一分钟都踮袂落去，我真正会死人嘛！辉弟，我知影代志啊，我拄则拢照实讲你知影。所以夫人，你的基本啊，可能都要你家己去找答案啦。夫人，我帮你送检验结果来啊。迄个妈妈哦，过身去啊，阿姨迄个细汉查某囝，讲去用抛弃啊。那是我家己的 DNA， 检验结果真正无符合，我是要安怎面对我以后的人生？王姐，等下我有一个酒摊，跟我倒来。陈良是这个老狐狸，是惊董姐会给咱透露什么话，才会这条件给带走。已经西尾别条路去啊啦，看起来应该是咱误会啊。小雨只是在自然去别个所在啦。小雨想要引蛇出洞，安尼我就用偷天换日一步。会长，可头前阮在下对我调。我出车祸了哦，我唔但是去去的，连天下对旁边的敏感度我拢失去啊。你嘛支持嘛去看医生？当然嘛支持啊。我讲没赢都赢呢。我想要想起咱位熟识，甲小雨的所有的经过。敢怪我失败，你不是讲个希望？这是我的人生，还是你的人生？你想要不看到我的人生？